布哈，然后再把红布给我。好，来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揭幕。好的，我们的丰收啤酒正式亮相，我们请那个所有的主管一起各拿一瓶好吗？那大家仔细看呢，我们这个瓶身上面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讲究的。它仔细看呢，是一个剑狮的造型，但是它是把台南跟安平的许多的元素融合在这里面，包括安平古堡是它的鼻梁，还有螃蟹是它的鼻子，那白鹭是它的两个所谓的白胡须，然后还有台南的最产量最多的兰花，以及包括丝木鱼也是台南产量最多的，把它整个图融合在这一个啤酒上面，所以我们称它为丰收 IPA 精酿啤酒。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个掌声的鼓励好吗？好，我们来一起做举杯的动作好不好？虽然它还没有开瓶啊，我们等一下大家来开瓶。好，来举杯，干杯。好，大家来拍一下。好 ，OK 了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那我们先请放回去，待会大家都有机会来品